rappers in my request today for everybody to please kindly remove any cars parked on the road outside the stadium.球證明的開波了安德烈治對羅馬那波是菲爾科頓腳下看到了看到有人了傳到給目標了伊拿迪威廉斯結果無功而還了 意識不錯 喂,Keyman, 你的專業眼光來看,哪個球員有機會做出一個很大的貢獻?菲爾科頓小小,但腳法不會輸給別人,他得到很好的培育,有齊進攻中場需要的所有能力。唉,簡直是英雄所見略同。大腳解了圍,反擊的時候不夠專心,失敗,機會這樣浪費,失敗。 一腳清走他做什麼這麼大傷沒機會那時候又說沒機會現在有機會了又把握不到最少暫時可以鬆口氣這個 matchup 挺有趣美斯 小野伸二給他一點壓力看看能不能拿到球先三跌分一開始反擊很好不過有頭威沒尾陣踢個地球進來這次行不行龍門好東西這個球夠下來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其實真的不簡單的 龍門口整個頭槌那球脫了出來很重要的攔截他有機會發起反攻三袍之糧如果打得穿這個機會來的球證指著12碼點他們得到一個很好的入球機會了 有機會入第一球了迪基亞救得漂亮啊最波啦喂可以解圍啊 好,美斯拿到球了,美斯越了位了,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了,是他們今場第二個角球,對手今場球還沒有角球的。 危機解除了之後就立即反擊了這些情況你不入隨時別人又回頭這個界外球扔得曳了這麼容易就被人搶走想要個球又來不到 整個反擊都不錯的,如果入了,這球就世界波了。反擊啦,久保健英,是不是要起腳呢?入了球。反擊就應該這樣,越簡單越好,眨眼,搞定。
有突破啦！入咗呢球之后就睇你有几集中啦，因为好多失波咧都系入波之后挂住玩电话而输嘅。喺实边个喺前边啊？菲尔科顿咧就攞到波啦！喂，有机会啊！安全起见啊，清咗先啦。呢球有机会啊！啊，几好！向前长传啦，有机会突破。三浦之良，久保健英，射门啦，嚟啦！睇落咁容易嘅，对方连灯尾都望唔到啊！迪基亚挡得到一次就挡唔到第二次。嗱，快人一步咪理想达到啦，好似佢咁，咁啊攞到个波啦。罗马连入两球，而家领先二比零。领先一比零，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不过嚟到二比零啦噃，咁就好稳阵啦。三叠分，小野伸二，三叠分，埋门嗰下啦，够得靓，冇得弹啦。三叠分都要赞下呢个扑救啦。他们第三个角球，对手依然未有角球的。这下靓啊，好，个球甩了出来了，哪个抢得到呢？罗马拿到个球了，这种打法就是有这个风险的了。传去侧翼，菲尔科顿，呢一下夠曬睇頭啊！ 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截得好，傳翻俾龍門，向前啊，長傳啦！哎，而家可以反擊啦！走井橫樹，哦，上半場完啦噃，喂 ，Keyman 評下上半場咧。哇！連續入兩球啊，對對手嚟講梗係好大嘅打擊啦。不過揾到人哋嘅弱點就梗係要盡用噶啦。羅馬上半場啊踢得順風順水啊，領先兩球。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球證吹雞，下半場開始。罗马在半场换人，因为什么呢？这个拦截真的漂亮。咦，防线有个漏洞，那个预知能力真的好啊，这样都被你估到。曹阿文尼，班奴费南迪斯，防守球员解围，啊，几有心思，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板仓房位置感一流，挡住呢一球波啦。明明有咁多选择，点解会咁样拣噶？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做乜咁大嘥啊？后生仔，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而家有机会啦，又把握唔到。走井横树试下清走个波，一开始反击好好噶，不过有头威冇尾阵。菲尔科顿。整个反击都唔错噶，如果入咗啊，呢球系世界波啦！传波出去，传咗过去，相信佢期待紧嘅唔系一个咁样嘅传球咯。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失败，机会咁样浪费，失败。伊拿基威廉斯。明明有咁多选择，
点解会咁样揀㗎？走井宏树解咗围先啦，喂！做乜咁大嘥呀，后生仔？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而家有机会啦，又把握唔到。喂，把握机会啊！守门员救得靓啊！中田逼到龙门，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第四个角球，对手咧暂时系未有角球啊！飞埋去，又入多球，完全都唔收手嘅。一个重要球员嘅重要入波，呢一球就系佢职业生涯第50个入球啊！哇，插水飞埋去顶，完全唔惊嘅，真系。啊，佢又够胆，咁样飞身埋去顶，随时撞死噶嘛。3-0啦，呢场波越嚟越一面倒，有机会反击啦！出尽力喺前线压逼啊！俾人睇穿咗咯，哎，呢次麻烦啦，呢下应该都俾球证罚噶啦。有个机会可以拉开比数啦，呢个距离同角度咧，或者有机会噶。嗱，佢射佢，伊拿基威廉斯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好嘢啊，食晒个位。菲尔科顿唔会想输噶，伊拿基威廉斯。喂，射佢啦！咁大个龙门任拣，你竟然塌 Q？ 唔系啊嘛，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唔好问我点解啊，问佢啊！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系时候换人噶啦，唔掂啦，俾人抢走咗啦！班奴费南迪斯。个波甩咗出嚟，摩西斯卡些道。嗱，呢位球员嘅斗志系够噶啦，不过可惜啊，冇乜点睇下旁边啦。咁多人喺前面顶住，点可以冲得过噶？睇你呢下啦，把握到个机会啦，又入一球，成场波喺佢哋掌握之中啊！呢球波你觉得点啊？嗱，呢個波咧可以話係個個都有功勞嘅，即係唔係個個射門咧都要好大力啊，或者單刀過曬個防線先至得噶嘛。好似呢啲傳波傳得靚，咪一樣可以入到波。而家邊隊有優勢？睇牌都毫無疑問啦，係嘛？個波而家喺美斯度，清走個波啦。唉，真係嘥咗個波。三浦之良，美斯向右翼传出，杜本润一，中田个波而家喺美斯度，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向串。班洛特巴迪亚舒尼尝试追翻个波翻嚟，伊拿基威廉斯啊，真系几中意佢啲动作啊！睇下佢可唔可以揾到空位先？咦，解除危机啦！安德烈治喺前边咧要走动多啲啊！如果唔系呢个踢法咧，一啲效果都冇。又唔得。传啲波就唔系好顺啦，保持三分钟，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诶，传翻转头再揾机会啦，犯规，球证判罚球啊。Substitution， 丹尼尔舒默特接到实一实。完场的鸡声响起了。
罗马踢到好似今场咧得一队波咁，每次拎到波咧都有机会入嘅。三跌分成为今日嘅最佳球员，相信都冇咩人反对啦啩。Kimman 点睇先？你睇佢哋嘅节奏系点样咧？佢哋咧冇波在脚嘅时候咧唔急嘅，但一攞到个波咧就即刻啊将个波控制得好好，好快咧已经可以摆到去对手嘅心脏地带啦，唔够默契都做唔到啊！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 Kim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啊！下次球场再见。Just a quick reminder today, please refrain from parking outside.